从华为的平台上面提出来相关的一些建议。好，那这样的一个建议也得到行政部门高度的重视，在106年的10月呢，在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赖院长的这个支持之下呢，开始来编列相关的预算来筹建它的制度。那到了103年的3月呢，由交通部正式提报一个4年的一个平等计划的一个规划方案。那最后呢，行政院在107年的10月呢，正式来核定这样的计划。这是整个这样制度的一个缘起。好，那进行到实际的状况，各位可以看到呢，108年的9月，刚刚讲交通部正式来委托车辆中心来建置相关的检测能量，同时呢，在隔年的6月呢，交通部正式委托车辆中心就制度的规划研究工作呢，开始来展开相关的组队工作。好，一直到110年的5月呢，车辆中心完成了 TNCAP 制度规章的一个草案，同时呢，也在隔年，就是今年的2月呢 ，ARTC 的把整个 TNCAP 的检测能量算是把它完整的建设完成的，所以才会有在今年8月的实验室落成跟检测能量展示的活动。那在制度法规面呢，交通部在今年的8月同步发布了国内 TNCAP 的一个作业的依据，就是所谓的作业要点以及将来整个像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三个包括新车的领牌数字的统计，以及提名寿名车型，以及包括来报交通部核定跟确认寿名车型的清单，这个大概会在今年的4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完成完之后呢，我们还必须呢，针对交通部核定确认的寿名车型的内容呢，请车商提供完整而且详细的相关的安全的规格技术资料。有了这样的一个安全规格技术资料，我们才有办法进行后面包括车辆的购置、零件的购买，甚至最重要的这个平等的试验工作。最后试验工作做完之后呢，我们会把这样平等的结果发布。所以预期今天是首撞，那今天首撞的车型在同时间，接下来的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呢，会完成2个试验。但在明年的第1季呢，最慢我们会发布呢前面2个车型的这个平等结果的资讯，让社会大众来做了解。那接下来大概每一季会依序的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平等跟发布的作业。好，那 TNCAP 的这个车型的这个平等的类型呢，大概我简单跟各位报告，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是使用政府预算来进行相关的平等。那第二大类呢，也允许，事实上也允许可以由车辆业者自费来申请这个平等的这个试验。那这2大类只有2个地方不一样，其他的部分完全相同。第一个不一样，经费的来源不一样，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第二个，车型车款的挑选不一样，以政府预算的一定会挑选最基本的这个所谓阳春款的车款来进行试验。那车厂自费提出申请的这个车型的车款呢，可以由业者自行来决定车款的这个选择。所以简单讲，这2种平等的类型，只有在经费的来源以及车款的决定会不同，其他的包括购车、试验、平等跟资讯的发布完全相同，完全相同。那我以政府预算来讲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将来适用的对象呢，不会只有国产车，也包括国内代理商所进口的这些，包括小客车与小客量车，都是初期平等规划的这个车辆的对象范围。那另外呢，政府我们这边也会依照呢交通部核定的预算范围来那个进行车辆数量的这个选择。像我们目前的预算，我们估计大概今年可以进行8个车型，总共有32辆车的这个碰撞的试验结果。那选完车型完之后，还要确认一件事情，要避免平等的结果发布完之后，对不起，消费者在市面上再也买不到被平等过的车型。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2件事情，第一个，要么就是近2年内刚新上市或新改款的车型，我们才会纳入平等对象；或者不是近2年内，但是他业者要跟我们宣告，我们要确保他短期内没有停产的规划，这主要是要确保平等结果发布出来之后，这样的车型还可以持续一段合理的时间在市场上，让消费者可以选择跟选购。好。那刚刚有提到呢，受问车辆的个购置呢，我们是委托消基会用自工的方式，以个人的名义，全国各地每一次一个自工或者一个用民众的名义到一个经销商地点去买一辆车。
但是买了这四辆车的规格必须要完全相同，而且确认车身号码之后呢，我们会要求车辆要贴上一个封条，在车上所有相关重要的部位呢，我贴上封条，然后再把这样的车子呢送到检测的 ARTG 的地点。送到 ART 做检测之前，还会找德国莱茵公司呢，针对每一个受验的车辆的规格，实实在在、详详细细的确认它的规格内容有没有做不应该有的变动，或有没有做不应该有的这个改装。一定的这个匿名程序，用很这个公平的方式呢，在市场上去购买符合品牌车辆规定的新车，必须是一般消费者可以买得到、可以买的新车。然后接下来呢，会从这个市面上挑选销售量比较高的车型，像这一次就是从去年的统计数字来看的前八名的第一名的销售量的车型，来作为我们纳入新车安全平等的这个首段的车型车辆。那再来呢，整个评鉴的过程里面呢，它相关的测试方法、测试标准，甚至包括测试的条件的设定呢，都会比法规要求更高，而且比法规要求的项目呢更多。那进行相关包括主动跟被动安全的测试完之后，透过一定程度的这些平等的座位程序，把相关的得分率贯穿成新的之后呢，再把它公布出来，让我们消费者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能够了解受评车型最后得到的新的，这个可以有助于消费者将来在车辆选购从安全角度上考虑的时候，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红色的轨道，请小心，不要踩空。前面是前面可以看，对，这两侧都有。好，我们邀请现场的朋友贵宾可以先来到我们的场外，感谢大家的见证，谢谢。出来了，总要让社会大众知道，所以必须配合整个试验的程序呢，正式来上线。那这个部分再请各位呢，拭目以待。那将来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网络的资讯呢，会有包括一些消息的公告，会及时的把最新跟 TACAP 有关的讯息或者国外相关的资讯，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告去让大家知道。那最后面三个会针对当下包括过去所有的星级平等的结果。受验车款的资讯会详详细细的在这里面，会包括它的规格、配备，还有整个所有试验过程的影片。那另外更重要的，像平等结果出来，将来试用的车款，比如说 Corolla Cross， 它有不同的车款，有 A 车款、B 车款、C 车款，市面上有三个车款。那平等出来的这三颗星或五颗星，到底适用不适用这三个车款，还是只适用其中部分的两个，甚至只有一个车款？这个适用的范围也要很清楚的让消费大众来做了解。